说你要闪躲啊，要移动。哦，比如说遇到临时遇到边线的，你遇到边线，闪击，快走，通常会应用在这种情况。挡那么多没用，我们就开始练那个到后面去。然后第一个动作，先简单的开合就好，开合，边前进，边开合边前进。边前进，然后走过去，然后走回去，坐过来走回去，三趟就好。好，这开始了。三弟，你在起鸡头啊？在起档。跳回去啊，怎么走路走回去的？两趟就是四趟啊。啊，也可以，可以。想要偷懒。马上两边就对了。
学弟妹啊。